我要 LP 这个名字。好，他会用另外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感。高建宏，你不是不服吗？不服？不服你就给我活下来。等一下，楚云，你帮我问他，如果他有一点点后悔的话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遗憾吗？忘了吧，擦掉眼泪，送走离开的他。平行的指尖不该再有牵挂。李寻会后悔吗？我可以替他回答，不会。至少他嘴上永远不会承认，他的前半辈子太孤单了，孤单的差不多只剩下自己，又倔成一块石头，错都很少人，又怎么可能说后悔，否定曾经走过的路。高建宏手术成功了。和他们和解吧。你去跟他们聊，我不去了。好，我要 LP 这个名字。好，他会用另外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感。我始终相信他的心是软的，而且会越来越软，像长大的孩童或熟透了的桃子，越来越香甜，越来越温柔。第一件事，我和朱韵以后不打算做游戏了，交给赵腾负责。啊？第二件，咱们公司以后改名字。叫 LP。大家都是原始股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股东。最后一件 ，LP 以后还是归董总管。这个好。等会儿，第二条什么意思？股东。我是股东。对。我发财了。嗯。是。发财了！今天这顿我请啊。小弟，先把我那两卷卷纸点了猪头香。我也是股东啊，你不。这东西都怎么样了？哈哈哈哈。